的演呢？嗯，少好并进。哎，忍住了。同学们说为什么霍建华演的好不好？好。其实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秦海璐也演得很好，而且我觉得那小女孩演得特别棒。你看吧，就是我说大家说好的时候，他们在拍我，没有拍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看我们的媒体朋友马上就转过来看你们的这个表情了哈。那当然，因为我觉得，其实建华是个特别特别好的演员，因为他之前所有的那个。我觉得不光在电视成功吧，就是说，最近一年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它是有一个向电影转型的一个动作啊，所以呢，可能就是刚好就是契合上了啊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因为这角色我觉得还是蛮难演的。我看呢，中间有很多打斗的这种场面在里面，真的打下去有，或者是有技术方面的指导在里面。那谁，他们都很玩命的，啊，那个就是像那个，就是后来可能那个配乐啊，或者那个音乐把有些真实的打的声给遮盖掉了，啊，就是其实他们。